企图研究所真用真测真点评啊，本来咱们这期准备讲马斯兰，但是上上期强哥发了视频以后啊，还是有粉丝问某某磨平的这个迷迭香控油洗发水啊。首先有人问他排名第一位的表活椰油鸡葡糖苷啊，也算是温和的吧啊。这个椰油鸡葡糖苷呢，属于烷基糖苷的一种，烷基糖苷呢是由脂肪醇和葡萄糖合成的。从刺激性上来讲呢，它虽然没有氨基酸表活那么温和，但它确实比一般的硫酸盐还是要温和的。但它的问题呢是脱脂力太强。何为脱脂力？就是去油脂的能力。如果一个产品脱脂力太强，洗完以后呢，头皮就会很干燥。所以咱们之前用过的，我是没有见过哪个产品以烷基糖苷为主表活，这个是目前为止见到的唯一一个。那一般什么产品会比较多量的加这个烷基糖苷呢？比方说高档的这个洗洁精，因为去油很牛嘛，所以这个产品我用下来呢，确实感觉头皮是很干涩的。第二呢，这个产品呢非常强调成分多么多么安全，也晒出这个美修上的截图，乍一看各种成分都非常好，连香精啊、防腐剂都没有。而问题是呢，像这样一瓶保质3年的液体，没有防腐剂，怎么抑制微生物污染？所以这个成分我是看不懂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它。另外的话，我觉得大家不要对这个防腐剂啊有偏见。大家要知道，如果产品的防腐做得不到位，时间久了产品长菌，它对你皮肤带来的伤害远远超过防腐剂本身那点问题。所以孰轻孰重，这不一目了然吗？所以呢，产品到底是做给顾客的还是做给美修的呢？所以作为买家选择产品呢，我的建议呢是不建议以这种美修这一类 APP 上面的一些成分分析就简单的给一个产品下结论。那作为厂商呢，我觉得就不应该刻意的为了一个好看的成分表去做产品，而忽视配方本身的这个真实和合理啊。所以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。